这里是 B 二，我跟韩风刚刚经过加鲁加群岛上空，准备返回基地。这里是指挥官 B 二，我要你们直接去执行下一个任务。还真是停不下来啊！看来跟你们约好的牛肉火锅又要泡汤了。说任务吧。好吧，早上接到报告，发现有不明目标在加鲁加群岛登陆，看样子是打算启动埋藏在地下的秘密基地。是红色猎鹰，没想到异星战争过去两年了，怎么还有余党存在？好在我们及时获取了消息。比尔、韩风，你们直接飞往加鲁加群岛，潜入并摧毁敌方基地。一群手下败将还要垂死挣扎，看看他们搞出什么花样。新设计的武器有用武之地了，就等着尝尝他们的滋味吧。好，我从正面探查，随时保持联系。坚守阵地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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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真的这么做。说到这里，刚才外层的士兵对我们的防守好像……总之不要轻敌啊，小子，说不定这里面……缇娜，对岛无人机的搜查结果如何？报告指挥官，发现前方有个仓库，显示有能量波动和重兵防守。先去查明情况，搞清楚红色猎鹰在仓库里。是，指挥官，马上前往。商城最高可以抽取到金色武器哦，点击抽取新武器哦。 New Assault Rifle Activated。 太棒了，蓝子总是为比尔想的那么周到。请选择武器系统，武器品质分为努力获得更高品质的武器，除了请选择新武器。手雷提供炮，看来蓝斯新改造的武器不赖嘛，就让他得意一回。我已清理完加鲁加群岛外围。
边防御击毙。那车子速度居然比我快，等着我，一会儿在加鲁加群岛中部汇合。没问题。高能预警，核弹还有30秒到达，赶快撤离，前往加鲁加群岛的另外一侧。
器，换取武器图鉴中金火，可以增加额外火力值。Ah!
才士兵说的克劳迪。是的，联邦2631年的地，当时战争过后，我怀疑基地地。我会继续探测通往地下的入口，保持联络。丧尸，丧尸，有点不对劲。
现了，小心。Flamethrower.
上。好，一旦唤醒，我们立刻操作路线的准备就绪。博士已经开始注射试剂。放心，我们一个丧尸都不会放过。僵尸终于不再进攻了。博士，注射成功了吗？苏西亚并没有苏醒。啊，不好，检测到有大批丧尸正在朝你们快速靠近。博士，说不定魂斗罗总部的研究人员可以帮助你，请跟我们立刻。你们的研究人员？就凭你们？博士，你先冷静，这里到丧尸什么等我复活的路，不能再让他拿针。博士，已经丧尸，没有人能阻挡我救活我的女儿，你们就好好。可恶，万万没想到这些丧尸居然是博士的实验品。对待这些极端的科学家，克劳迪这个人急，得赶紧找到出口，追击博士。
小子，你有些能耐呀。博士，我们今天一定。小寒风，当心。发生了什么？寒风，是我。我没事。我担心你被注射了丧尸。不过麻烦我们要去拦截克劳。好，那我们这就出发。超级武器系统开，请选择超武系统，设置超级武器可装，点击装配。什么事？老大不好！基地，博士，一群废物，滚回来！是老大。失败品已经被带回到魂斗罗实验室进行研究，希望能找到博士世界的线索。据情报显示，我们对危害人类生命的人绝不手软。内部找到机房控制战舰。
但是红色猎鹰的服用较少，研究价值极大。那就赶紧拿下，带回来研究是红烧好吃还是清蒸。其实我懂烧烤。
好伙计，你还改进原有技术，还真是红色猎鹰的优良美德。Time!
别挣扎了，这身盔甲是新的吧？你知道那么多年我为什么总是穿蓝裤子？因为我熟悉它的每一个皱褶，每一个口袋，每一块布料。可是你却忘记了新衣服也是需要磨合的道理。韩风，把它关押起来。你真是想太多，该死。新英雄要加入我们了，恭喜您获得了足够数量的吸纳碎片，来跟我去激活吧。想挑战我，随时奉陪。爆炸！哼，叫我姐姐。